去年我在台湾治牙齿，看到高雄的街道，还有八德路，还有四维路，啊，还有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做街道的名称，但是没人讲了。为什么叫八德？不知道的人很多啊。什么叫四维？不知道的人更多。啊，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。把这些传统文化啊，用艺术的方法表达出来，广泛的在推动啊。啊，中国的戏剧、音乐、舞蹈，它的内容都是这四课。啊，因为古时候学校少，靠什么来推动呢？要靠这些活动，啊，见识、驾驶，啊，这些艺术表演，表演的内容，忠孝节义。啊，仁义道德都表演这些。啊，不认识字的人，没有上过学的人，懂得做人，讲道德，遵守仁义，啊，著书立说也是宣扬这些传统文化了。满清末年这100年当中，苏武不重视，有讲没有行的，在佛法讲啊，都末法。满清亡国到现在这100年当中，说的人都没有了啊，那在佛法叫灭法，法没有了啊。现在要想恢复，得慢慢起来，从灭法恢复到末法，末法恢复到相法，相法再恢复到正法，要多少时间？至少要4代以上才能恢复啊！我们怎么努力，在我们这一代决定看不到，这是要知道。我们充其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保存下去，不要叫它断灭啊！能传一个人、两个人，薪火相传，看起来小事，但是神圣的事业。
在历史文化传承上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没人知道啊，默默无闻呢、认真努力在学习，首先成就自己，自己这一生走的路，圣贤之道啊，学佛，佛菩萨之道啊，大乘道啊，这三句话了，真正明了，真正